套上了外套，靠近一点点。超好喝，好烫。Hey Google, weather. Currently in Toronto, it's 4 degrees and sunny. Today, it'll be mostly cloudy with a forecasted high of 10 and a low of 4.刚才带室友出门拉粑粑，花了好长时间。哎呀，怕不是便秘了吧？哎呦，可怜。最近早上起来都喜欢这样子喝一杯蜂蜜，感觉到了该养生的年纪了。哎，现在都已经8点多了，就乖一个便秘的小朋友。今天早餐吃什么呢？就吃泡菜炒乌冬这个乌冬煮散了以后就可以捞起来了，基本上就不用把它煮开，不然就会太软。这边放到冰水里面，看看，你现在带着这个，我也不方便抱你呀。嗯，你看看你这个傻样子，好不方便啊。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就学习一边听课的话会学不下去，现在就不听课的话就不想学习。哎，人只会变的呢。Once again, you're gonna drop me down. Words for you are nothing.Don't fool anyone. You're alive to me.
honors are great burdens. For sure you've always lived behind the curtains. Too slowly I come to realize you're not the one that I know. I'm sorry. Say farewell to little sparrow.太阳花，你在家待着，我出去玩，好吗？好的。套上了外套，就是格子配格子这样子。哎，我怎么觉得我的镜子还是好脏啊？想擦一擦这个点。嗯，就这样。还有我的小铜鼓包，超可爱的。下面是牛仔裤。当，哎呦，这忧郁的小样子，好可怜哦。拜拜。这么大盒居然只要2块钱，code found on your item, then press done. Press no code to identify your... Please place the item in the bag. 今天我同事给我这个他做的非常非常好吃的一个巴西芝士球的一个方子，我现在看着他我好头大，但是我好想做出来，看起来还不是很容易呢。而且怎么觉得这个油用的这么多啊，又是油又是 cheese 的。哎，不过像我这种不太在意卡路里的人就无所谓了。那我现在来尝试着做一做吧。我现在倒的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粉，叫做塔皮欧卡面粉。哎，不是面粉，它是一个什么有什么植物的粉吧。盐力少了。天哪，油都倒光了。好，现在正开着小火准备把这些都融在一起，让它融在一起就可以扔到那个面团里面去弄面了。弄面感觉这种油水分离的有点恶心，但是它应该是很好吃的，这么多油很难不好吃。我实在是一个没什么耐心的人，所以我觉得等了大概十几分钟差不多了吧，我得把鸡蛋打下去了，如果熟了的话就熟了吧。搅一搅，轻微的 mix 一下。
朋友们，这个面真的超级无敌黏，我刚才研究了好久，一度放弃，我现在终于搞出来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像这样子，咦，捏丸子，一个粘手。咦，莫名掉了一坨，已经被粘住了。嘿，哎呀，这真是丑丑。哎呦，看起来真是美好呢。搓一搓，应该挺硬的了。为了更好看，我决定重新把它团一团。啊，我刚才为什么不把它冻上了以后再那个，我感觉好像可能也冻不那么黏，这就好多了。这就应该先冻上了再做这个球球，它这个食谱不靠谱啊。你看这就好看很多了嘛，这比这坨什么鬼东西好看不要太多。靠近一点点。天哪，我忍不住了，我要拿一个来尝一尝。看，我喝，哦，好棒，赞，再来一个。因为它用这种面粉是那种，我刚才说是什么一个植物的面粉，所以它里面是这样可以，还有里面还有 cheese 就可以这样拉开的。哇，好烫，超美好。里面是那种有点嚼劲的那种感觉。先前在那个 Coursera 上面看到有心理学的课程，所以决定来看一看。Wasn't supposed to go this way when I met you yesterday. I didn't need you next to me. Am I the kind that you expected me to be? It's getting a little warm, crack the window, please.Pump the gas if you run inside. Grab a couple tall boys and a honey pie. And yesterday is far away, and tomorrow.我现在看到对面楼上有一个裸着上身的小哥。正在整理他的床，也是醉了。露露，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你激动吗？你激动吗？是一个小哥哥裸着上半身哦，你知道个屁！It wasn't supposed to go this way.Sweet, sweet, sweet, sweet Thursday.刚才做那个芝士球实在是太罪恶了，哎，所以我决定出去跑个步平衡一下。路过卖酒的地方就看到了这个，听说还蛮好喝的，我没有试过，所以打算
拿来喝看看。酱酱，哈哈，我上周尝试做了那个以前曾经特别网红的一个番茄饭，然后我发现超级无敌好吃，所以我决定这一周再来做一下。像我这么不喜欢番茄的人都觉得还蛮好吃的，所以可是真的还蛮好吃的呢。我先把这个番茄的皮去掉，头跟屁股都挖个洞。这个番茄真的好新鲜啊！然后加热水，把你烫了。现在就是把所有的食材都切成小块。切小块块，最后还有午餐肉。哇，感觉每次开午餐肉都是一个挑战。耶。在弄之前呢，先把这个薯条炒一下。最有趣的部分来了，开始拼。我这里面放的是四分之三杯的米跟剩下的四分之一杯的 quinoa。像这个水应该是刚刚好的，就千万不要让它没过这些蔬菜，就能看到有这个水就可以了，不然的话这些东西出水了以后就会水太多。把这个番茄剥一剥，我的妈呀，这个 BGM 太老了吧。耶，我还记得这是我以前看台湾偶像剧的时候的歌，我的天哪，都是回忆呢。我好像把这个番茄剥得太恶心了一点，没关系，好吃就可以了。然后点睛之笔放一颗它在最中间。 OK， 啊，好了，我要被香哭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来，哇，好满足哦，这么多东西在里面，饭都见不到。为了吃这个还特别准备了一个特别应景的盆子碗，盆碗，反正就是它。哦，这个啤酒是真的有那种梅子的味道。来尝一尝我的饭。饭超好吃，好烫。
这次用的番茄超级新鲜，所以它那个番茄味比上次要浓一些些。太好吃了，还有点番茄的酸酸的味道。Of my strength, my